最近看到了福大林和论王专属职场人的痛快斗王挑战赛的招募信息，就我也很好奇啊。其实，在大学时期锋芒正立的高手们，进入职场后是否还能像以前那么勇猛？今天我们来到了冬季百康大药房的办公中心，看看有没有隐藏在办公室里的篮球王者。走，去随机采访。哎哥，打扰一下，您平时打篮球？我去，张朝阳，哎，能认识我，平时一定是打篮球的。我平常经常打，但是现在上班了，工作比较忙，一身职业病，我都退役了。太可惜了，这个我觉得校园篮球高手的实力不应该被疼痛防住了。这个福塔林专业的运动装备包就送给你了，它能更有效地帮助您应对身体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您有没有打篮球特别厉害的同事？我同事张超打篮球特别厉害，我觉得他能和你一战。哎，姐，你们公司谁打篮球最厉害？那肯定是张超啊！我们公司张超啊，打得最棒了。果然啊，职场的 MVP 都是练出来的，咱现在就去球场去会会他，好吧？走。是张超。我操，杨哥，没错吧？我操，慢起来了吗？不是什么意思，我来不及，还没看慢。我走了。特别喜欢你们视频，几乎每天都看。我听说你是你们高级百康大药房的篮球 MVP。还行，好长时间不打，有点开心。一会儿咱俩可以打单车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我花点钱，别让我。多打多打，这样咱就打。算了，我打三个球吧。挺好的，直接能看出来，好长时间不打球了。你上几年班了呀？三年了。三年了呀！炸！你别跟他聊天，这都是战术。哎！上完班之后，在职场历练的就是老练，不上当，你知道吗？你得叫我哥，不是你两千年了，这是职场打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真的比我大，没帮手，没帮手也没难度嘛。你这属于没有难度硬创造难度。哎，好球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个职场一点都没掩盖住你球场的锋芒。这个福塔林的专业运动包就送给你，希望你在这个工作之余能多多打篮球，然后也能多带着一下你身边的伙伴，好不好？谢谢杨哥。好，我建议你们领导严查一下那个打卡记录。对，考勤，严查考勤。考勤，你光打篮球不上班的不行啊，对吧？真的是，要不的话不可能赢我的。幸运，这次杨哥没有带慢姐，慢姐来了之后，他的拖背能力非常强，慢姐一来非常准。下次带慢姐来，一定。今天我也算是见识到了职场人的篮球热情了。就这个福塔林专门为职场人打造的痛快斗王挑战赛，北京站即将打响，记得去路人王微信小程序报名。此外，上饿了么买药，搜福塔林痛快斗王参与活动，就有机会领取我的同款专业运动装备。我们决赛赛场见。